我们学一个新单词，你看一看他说什么？他说水管又堵了，需要报修吗？他说需要。在这里，我们学一学需要的意思。这是需要的意思。需要，需要。好，我们看一看。他渴了，他需要水。他饿了，他需要吃的。他不高兴，他需要爱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他，看一看这个。请在合同上签字。我们再学一个新单词，签字，签字。老板还没有签字。签字就是写下名字。